大家好，天数今次就会介绍一架咧，派年尾56号嘅丹拿 A 0 0斯特车嘴嘅巴士。咁啊，架车就喺度啦，架车。咁啊，见到呢架车就采用两对门啦，同埋一上一落，同埋我。車頭是同原弄古董的傳統單啦 ，A 型烏嘴舊是有啲唔同嘅，咁啊，同埋個車身顏色都唔同咗啦。我攞架傳統嘅做對比度，咁個路線就係1D 11D 去落庫，見到有原本嘅。單門變成雙門啦，咁啊車前面車頭都唔同嘅，因為單拿喺度出咗唔少車嘴，其實真係分辨唔到究竟單拿 A 定單拿 B 嗰種，因為好相似嘅單拿真寶除咗單拿 A， 其實講真的有啲車真係好相似咯，單拿 A 呢個萬切斯特車嘴。是真的很想知道。看到車身的顏色由原本的間條由肉色到紅色肉色紅色主要都是紅色，車頂就是肉色即是米色啦，到呢一架咧，就見到就係上層咧就用米色，下層咧用紅色，主要嘅顏色啦。咁啊，四周啊，有內籠係用呢個嘅塑膠凳嘅，塑膠座椅啦，由藤椅變成塑膠座椅啦。應該呢個係最好呢架，應該冇記錯。佢呢個應該五六十年代開始引入，好似。咁之後會介紹同樣都單嚟，不過係三環王嗰架。之後先介紹啦，嗰架啊。咁架車牌就好似冇，你見到車牌喺度，完全係見唔到車牌。勁細咯，咁佢之前上一架七仔限定，又係雷緊嘅見到，啊，好雷緊啊！咁呢架車就介紹到嚟呢度啦，咁就。下條片再見啦，咁就拜拜。